没错，不能远嫁的人根本不能嫁。这日子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我要离婚，离婚！哎呀，又吓唬谁呢？这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。离了你，我儿子能找个更好的。我妈说的对，离了你呀，我能找个18的。你就找个80的老头吧，你就。你走，我不愿意看见你走。妈，我就说吧，好家伙，生龙活虎的比泰森还能打。儿子，你说的对，敢打我儿子，可轻饶不了他。反了你哈！敢打我儿子，今天饭你也别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对，就是这么收拾他。那你是我亲儿子，我怎么能看着你被欺负呢？哎，儿子，到饭点了，你去做下饭，我再进去好好训导训导他。对嘛，就这么好好收拾他，好好给他上一课，我看他还敢不敢给我叫板。行，去吧，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。妈，吃饭了。你今天要是不好好反省反省，晚饭你也别想吃了。哼，不吃就不吃。嗯，闻着挺香啊。香锅真不错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啊。我知道您不能吃辣，就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鲜香，酱香味十足。他们家还有麻辣口味的，口感鲜香，麻辣十足，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.98三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还真是又好吃又划算的。你给我站住。小总可以啊，我看看你有没有拿我家东西。你，我儿子说的对，你不是要离婚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呢，这家里东西一样别想带走。还有，把这个签了。净身出户，你们欺人太甚！哼，看到了吧，这是我亲妈。妈，上面怎么写的是我净身出户啊？不是你，难道是小月吗？好。合着你俩这是演戏给我看呢？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，你怎么像着外人呢？外人？你媳妇是外人吗？你每天回到家不是吃就是睡，你帮他干过家务带过孩子吗？小月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艰辛你都看得见吗？我告诉你，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付出，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。小月当初远嫁过来图的是你对她好，可你呢，你是怎么对他的？这不是他家庭主妇该做的吗？夫妻之间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啊，只有两个人相互扶持才能把婚姻经营好。我今天得好好教教你什么是三从四德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他该学的吗？闭嘴。三从，媳妇出门要跟从，媳妇命令要服从，媳妇错了要盲从。四德，媳妇化妆要等的，媳妇花钱要舍的，媳妇生气要忍的，媳妇生日要记的，记住没？哎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给你媳妇盛饭去？